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。校园是学习知识的场所，请落实防疫措施，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。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，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，要赶快就医，并且在家休息。也请大家共同配合：第一，保持教室通风；使用空调时，对角要各开一扇窗，并注意环境清洁。第二，餐点分配请由固定人员执行，打赛前请量测体温，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。第三，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也请记得佩戴口罩。校园防疫不松懈，安心学习有保障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。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四月十八号的股市万德福。我人讲啊，老师啊，我开戏你都在搞我讲咖呢？我无，我无讲哈。我只要告诉各位，股票市场今天是热嘛，对吧？那我相信，然后我相信呐、啊，你在看电视的人，有两种心态，两种心态。啊，咱想看卖啦，咱想看卖啦。咱伫股票市场是要做好亚人，要做上亚人嘛。你不要以为真的，不要开玩笑，真的不要以为五六百万是好亚人。也不要以为你一两千万是好亚人啊！你知道我们像我们乡下哈，我们乡下公寓啊，彰化的公寓呢，公寓呢都要破千了。乡下公寓啊，我们说要什么升直辖市，那人口减了，好像少了现在好像低于120万，对吧？我们彰化从来不会进步，足奇怪，足奇怪，彰化永远未进步嘞。啊，为什么我嘛唔知？但是你们看彰化这说实的所在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小看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也不要小看彰化是一个很小的地方。我即马讲到这，你就发觉讲，阮彰化虽然细细啊，你呐。富可敌国的人坐到塔德山呢，我袂带你骗呢。彰化园林那个存款超过上亿的，十只手指头数不完。存款哦，现金超过上亿。那上市公司啊。有的那个厂在高雄，以前还是台湾曾经 是世界上的十大富豪，曾经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即马在咧讲的时阵，就是咧讲咱台湾。你看即马的行情，你希望那今天的行情来？今天行情跌了105点，成交量2200亿。几乎没有人敢玩，就干那一挂迄个老师跟他操蛋讲哦，冲来冲去也坏嘛吼，啊无就来操蛋讲，反正今仔日来起啥，伊就讲啥，迄种上厉害，啊那个你不要听他的，你来想看咱即卖台湾，我带你讲彰化，如果你是南部人，有人讲啊，云林更糟糕，我们都一个海。其实都一样，你也不要小看云林，你也不要小看嘉义什么南投，那种很多这种隐藏版的好亚人，就像我们台湾股市，就好像咱台湾的股市，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若会当看到阿德的节目哦，会当得到什么哦？阿德来你讲一寡老实话吼，你就想有啊。伫股票市场，你若无想要趁钱，那想讲讲够干啊讲吼，好，我今仔日吼冲偌济要来食餐厅，我来讲，你这一辈子不但没办法发财，搞不好你的后几代拢同款拢，就算可怜。为什么阿德安尼讲？中华一个细细的所在，迄上亿个塔多家啦，上市公司迄十亿来、十亿去的吼，几十亿来、几十亿去的，一大堆啦，对不？台湾上市公司啊，上市过的公司哦，到上个月为止哦。营收创历史新高了，一枚啦，这代表啥？代表我之前跟您讲的，那不是开玩笑的话。阿德大的大佬，今天呢出大公一亿的超跑来讲啦，搞不好我一礼拜就通看到少年开出来啊。那台湾的贫富差距足大的啦。你今仔日做股票，你若拢一直要想讲像较早呢？啊，足足侪老师，今仔涨停板了，这个我爱，啊，恁就信，我爱讲恁永远赚袂着钱。这什么上好？啊，防御概念股上好啊，想唔知？我来看一张图好不好？这啥？啊，老师啊，运输股啊，你咧讲这要创啥？你无人咧讲这，对，无人咧讲这啦，无人咧讲运输啊。老师啊，即摆拢大家拢咧讲什么生计防疫啊？我告你看一张图，你看了你唔茫惊着。食品，你唔知道咱过一礼拜讲去请卫生纸未吼？真正咧讲肥料啊，对啊，无就伫咧讲个啥伊个伫咧，啥物测防疫概念股，像亚罗法今跌停，爱跌停应该啊，你一个月无一个月时间去超过一倍多啊，啊，赚无五角啊。当然，你一定要休息一下，那是应该啊。啊，说大家拢在咧讲，我讲他足侪老师拢在咧讲，像即卖吼吼，迄涨停的股票，大家拢足厉害，拢在讲迄涨停的股票。我即卖搁互你看一张图，搁互你看，啊，你茫惊着，金融股。老师啊，你都一直讲生化股啊，生医股啦，防疫概念股，这个上好，你都唔讲，你干哪一样看这個？是咧讲啥物？好啊，你即摆来想看嘛，今仔落百几点？啥物股票落？顶个月99%老师讲的股票迄落啦。但你讲航运的、航空的有无？迄个在落啦。但你讲银行股的、升息的、概念股的，伫咧落啦。对唔对？是毋是拢在落这個？是啊。啊，结果今仔因咧甲你讲啥？因毋是来讲这個，因咧甲你讲生计防疫啊。因咧甲你讲这個啦。因咧同你讲这個啦，啊，所以讲你永远你嘛做袂赢。伫股票市场就是安尼啊，甲咱台湾同款啊，好家如好家散的如散呐。啊，你拢永远要听啊，你就是听讲你讲哎呀有影咧啊，即马迄个上强迄个老师嘛咧讲这個，老师个讲这個，老师来讲啊，你歹啊，
啊，就调调伊唔讲啊，换一批啊，换一批啊，无人要讲这啊。啊，你有调调电子无？有也无？你有调调？你调调？我即摆问你，你有调调无？上过来，来来来，你有调调啊？啊，这足歹的对无？电子的嘛足歹的啊！电子的交人讲伊好，足歹的。我这只足好打的，搁会带一只杯你看，这对。这清洁要管一下嘛，你看。好了，来了嘛？那表示啊，电子的嫌一只臭虫，伊就来欺负你看，有无？你看，你看啥？你看啊？那些臭虫哦，飞掉啊！你看像电柱的伊在打欺负我，啊！你又想到啥？老师啊，做电柱的唔好啦，做电柱的唔好啦，做电柱的一定输啦，做电柱的唔好啦。即摆哪啥物好的吼，伊就爱讲迄啦，迄才有生意通做错。你看阿德的测标无？来看者，你也看好清楚。迄支叫啥？两链的 VCR 爱放互你看，唔免啦，你拢看过啊嘛。今天表现怎样？永远老师啊，今天表现还差不多啦，无啥讲，无讲真用啦，就在高档附近而已啦。他已经创新高了啦，现期42%，即卖震荡啊，对。啊，你赚有40%无？够钱啦！所以我讲到这里，你就会当想到一句话哦、喔：股票专心，今麦台湾好野善的差济，你唔通一直想善的方法，伫咧做生意哦、喔。伫股票市场同款啊，你唔通一直想讲哦，你较早、喔，你较早，你较早，你较早哪只厉害？今麦你都上亿啊！你若足厉害，你就像阿德老师伫遮讲啊。靠嘴就听个赚钱啊！你若足厉害，你就靠嘴就听个赚钱啊，敢不是？哦，对啊，所以讲阿德老师跟你讲的，股票唔能变来变去，甲做人同款啊！我今日跟你讲神明啊，在你讲鬼神啊，是你鬼啊，是你，你要相信冇？啊，老师，切，你莫打讲，你打讲自己讲一表的股票都安尼对啊，唔对？咱来验证。啊！小智很会喷问的，真是信啊！他们就爱个验证，不用啦。老师，你卖个打工这样，这问拢会知，这个股票是信啊啦。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你知道。上个礼拜五跌停，扭起来，对不对？今天呢，个扭起来，你若要卖40%。清清菜菜就給你，啊，敢會歹賺？敢會歹賺啦？我問你敢會歹賺？啊，敢就愛變來變去？你敢會使一個月換三個頭家？你要講一個月換三個頭家還可以，但你一個月換三個翁敢會使？袂使吧？一個月換三個太太嘛袂使。你要一张差10,000，30张就差30,000，50张就差50,000，100张就差100,000。一支股票，我甲你介绍的时阵，只一字头呢，啊，即马三字头，好不好？很好啊。哪有？老师也够有无？有，没有我就不会介绍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星期几？呀，老师啊，现在星期一啊，你不要打工仔。你若讲这，我要听下了。大家嘛知道，今天星期一，那我请问你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所有的老师，所有的老师，有哪一个老师，你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直接跟你讲说他要送给你什么股票的？有还是没有？阿南没有，你就来找阿德，因为阿德有，而且阿德给你看。对不对？台股唯一可以3倍数成长的股票，不管你是要用车用，也是要医疗，也是要高效运算，它都有。
对不对？那老师哈哈，你卖讲这啊无强啊，人别老师开了嘛涨停板，啊你这支股票今仔才起5%，我上悬嘛才起7-8%尔，这哪有啥物厉害？说的也是吼，所以我们家讲我带你验证，这就甲做人甲做股票同款啊！你进前呐，讲拢听到拢涨停板20支啊，你就使赚上亿啊！啊，你若拢无赚到，你就来找我，因为阿德带你讲的是真的。来，导播，我的 VCR 拿准备好哦，来，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我顶礼拜安怎讲？导播 ，VCR， 台股。唯一可以3倍速成长的，哦，你得听好清楚。我今晚要跟你讲的，台股唯一可以3倍速成长的，唔是咧靠题材啦，哦，一季2倍快速成长，一季哦2倍快速成长。我讲老师，迄种看过去啊，未来有法度无？有，因为阿德哥，你看一遍，你得听好清楚哦。时间愈来愈赶啊，你啊看有没有三合一小资的3倍成长股？3倍成长股，3倍速的成长股。啊，台积电都有法度啊，是安那无法通找到世纪的有一支，就是一支叫做疯狂飙马股。你来对看卖，我给你的，你来对看卖。我给你的，你来对看卖。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这是谁讲的？台积电讲的哦，这台积电讲的哦。今年最好会成长的是什么？车用、高速运算，包括现在医疗。这不是我讲的啊，这不是我讲的。你讲啊，我老师啊，你叫我做台积电无啊？我哪有叫你做台积电？我讲设计的啊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三种拢有？小资台湾唯一可以3倍速成长的，在哪里？有起盘起好你无？杨老师啊，人我8%-7%，我都拿袂掉啊！谢谢你。啊，好啦，算了啦，你若干人买伊，就赚5-6%-7%，我嘛无话通讲。重点你有赚着？验证赚到钱，这才是真的。所以你要找谁？找阿德，不是在找说哈哈阿德你要大小声，没有，我是要跟你讲真的。今天是礼拜一，我请问各位，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你拿到所有的股票，都一个像阿德老师首先跟你讲哪一个有哦，退出市场。好，老师讲啊，足轻松，因为我知啊，这全市场的老师大家嘛，看到这机器要空气机耶，哪一个像阿德一样？搁看一遍呐，冇紧呐，搁看一遍呐，搁看一遍呐，搁看一遍呐，是咪这个？是不是跟写一模一样？有没有一模一样？你来看看，你来翕起来。啊，你有看到不？啊，老师，我有，谢谢你，谢谢我哈。啊，你还要不要？下一支小翅喷网，真正的啦！我常常在讲，我准备好了啦。因为现阶段要看阿德的节目的朋友都是有钱人、啊、他们都要验证，那我就验证给你看嘛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我若要带你到三江，来，你电话在那卡号通，你钱就来啊。我来讲，现在消息，我不能讲这真的哦，我讲消息哦，听说传说，新胜利这一群赢家一直买。一直买，一直买，你也是去他查伊的主力，哦，你也是主力买卖超，这你拢要看嘛，哈、哦，看摕到是不是？只要一发动，一喷袂，一喷袂，股份免30亿。天哪、啊，你哪来？你哪来参与？你哪来？会不会像从新胜利一样，从一字头喷到三字头？一里头碰到三里头，看你要赚偌济，在你啊！
要不要？要要要要，很简单，你电话打进来，你点了你的卡里吧，电话拨通，钱就来了。我先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讲清楚一点。你要对看嘛，我讲的是不是？是不是这群人家一直买？你去对他的主力买卖操，你要对看嘛，看阿德讲的对不对？啊，迄种的，迄股本哈里说，你若一礼拜，你达买落去，是不是打喷出去？你若买，电话卡号通，你钱就来啊。电话啦，卡号通，你钱就来啊。我先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再进来进广告。动荡不安的时代，才能创造不同的价值。388时事造英雄专案，帮助您在困扰的环境中成为股市真正的英雄。英雄专线02-8512-5858。Life 直播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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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fe 直播，来复来复直播，立即上线。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。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我们两家很辛苦，从8月开始小朋友上学，每个月只要3500，这样省下来的钱就可以拿去像是成教育基金。对啊，爸爸要买游戏机。什么游戏机？没有吸尘器。0到6岁国家一起养。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，我靠的不是面子，我靠的是专业。黑马波段精选标股，我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你的新人生，股市万德福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很多人说啊，老师啊，你刚才要讲拜高哎，啊拜死的嘞，哇，有影吼，拜死的。什么这个？啊，老师，你好看一下啦，对这对这，哎，有影吼，对这。今天是不是在场？连长，是不是连长？你青菜变青菜呀？对不对？要过来不？所以讲股票就是哎，买了买到，赚会到，迄毋才是真了，无你来甲讲较济。迄若往讲的，大家嘛会顶个上亿。那往讲的，我嘛熟悉总统。不相信你问即摆蔡总统，我嘛先查对无？我叫阿德嘛，我蔡阿德嘛，那个蔡阿姨嘛，蔡小英嘛，阮是平安先查，我嘛捌伊啊，但是因捌我啊。对啊，我认识总统啊，可是总统不认识我啊。讲咩？讲甲股票讲的讲，若要往赚的，大家嘛足够赚的，大家嘛赚的拢涨停板，对？啊，讲对啊，讲唔对，你嘛唔知。所以我们才来讲，验证很重要。那直接给你看啊，你对看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主力买超，一直买超，好像这次有什么大消息一样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你听到你讲，这种诶，嘿啦，像新胜利安尼，从一字头碰到三字头，二跌。卖空10块碰到30块啦，19块碰到39块也可以啊。
赚四五十趴嘛，无要紧啊，咁就一定爱赚伊了一倍。所以我们在讲，哎，即卖股票其实若无人要跌的，其实可能都是上低点嘛嘛。我在跟你讲，你也搁会想起来呗？我一开始就跟你讲，现在没有人讲的时候，以前没有人讲的时候也是最便宜啦。很多人讲的时候都是最高啦，对不对？不相信，现在最多人讲这个，啊，较早无人爱讲的时阵上少。即马头咧讲，你拢无咧讲金融股，今仔拢无人爱讲，较早无人爱讲的时阵上少。食品股即马大家拢爱讲，啊，为啥伊无爱较早讲的迄阵上少？对吧？啊，再来讲航运，即马无人爱讲航运，较早伫咧要起四十倍进前，迄阵是上少。啊，即卖上俗的是啥子啦？即无人要讲啊，电子股已经破底啊。即上俗啊，啊你唔买即，无你买啥？买上悬的。这股票大家嘛想要赚大钱的，干那你要买贵的，我都嘛感觉讲咱咧买俗的上好啊。即破落来，唯一的能证明的，真正正正听个赚着超过48%的。跟他阿德，哎，听个证明的呢。下一档小吃喷王阿里伟，电话你也卡哩，急得来，祝各位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